谢娜闺中好友的阿雅在近日亮相粉红女郎的发布会的时候呢，也在回应了谢娜的现状，否认好友怀孕的消息。昨日阿雅亮相其主演的影片《粉红女郎》以闺蜜为主题的发布会，现实生活中大家都知道她与大小 S 谢娜是闺蜜，关系十分的亲近。现场记者一直追问阿雅近期有关谢娜疑似怀孕一事，阿雅开玩笑的说道，没有啊，如果娜娜在微博上说她没有怀孕，那她就是没有怀孕，所以我想她那天顶多就是吃撑了，但是她没有怀孕。而对于近日有网友把自己在《粉红女郎》真人漫画中的假发套造型和王宝强在《泰囧》中的造型仔细对比后，把其封为宝强妹妹一事，阿雅笑称要做女版王宝强。对，最近好像有人说我跟那个王宝强很像，其实我还蛮难过的。我很开心啦，因为我非常欣赏王宝强，然后也很有才华，所以我希望我自己可以做一个女的王宝强。